我要成为富豪，富豪汇集的场所，所有名流生活的国度。总有一天，我也会住在这里。严凯明，你再等我一下嘛。在那之前，必须先委屈一点喽。要住在地堡的旁边。 地址没有错啊，住址有没有搞错啊？ 潮南市场，哎，这么高级的住宅区旁边，怎么会有这么不搭嘎的菜市场存在啊？应该是房东住的吧，租给我的，应该不在这里。 好，你可以帮我签名吗？好啊，你是房东吗？对呀、啊，我知道你要来住我们这边，我一个晚上没有睡好哎，你真的要帮我签名吗？嗯，那来来来，我帮你提，签这边，签这边，来这边，这边请，来这边请，拿东西让你签哈、哦。来一张，哎，有了有了，来，给你签。 我叫蔡佳慧，是签反面吗？这边有字啊。啊，这是我弟的毕业证书啦。巴黎音乐学院的啦。巴黎音乐学院？你知道巴黎音乐学院哦？<笑>啊，华真的很糟糕哎，这毕业证书就这样子乱丢。楚曼小姐，不好意思哎，让你知道这件事情。我弟弟哦，毕业回来哦，我们都很低调啦。其实你也不要太佩服他，没有什么啦，真的。是吗？毕业了就好，不要像我认识的一些人哦，出国念书不学好，成天兼差打工，只顾着收黄把妹，最后也取消退学了。谁呀？ 我跟你讲，我弟不可能这样子做的啦。我弟哦，是我们潮南市场的骄傲，他今天有这样的成就哦，真的不愧我这个姐姐。这间屋有含客厅吗？这里的空间可不可以用啊？什么？我租的房子啊。你租的房子哦，不在这边啊，在隔壁啊。来，跟我来。 请脱鞋，你看，就像我说的吗？包水、包电、包瓦斯，4500哦，真的哦，算你是捡到了，很便宜啦。就像我说的一样啊，有没有？高级的6星级套房，挑高4.2米，你看你人站在这边，离天花板还那么的远。然后啊，你再闻一下，啊，充满田园气息的空中花园，还送你小宠物。 啊，这上面写的附送温馨小宠物是鸡。嗯，等一下哦。那第4台呢？第4台有啊，等一下哈。三台呢，再加一台明示就4台啦。所以还有十几台啊，像什么圆明台啊、大爱台那些，我都送给你。10MW网络，不是10MW啦。 是10米特，此卡进出24小时门禁管理。对，我就是管理员，但是门禁呢是针对我弟。那楚曼小姐，如果你以后要12点以后再回来的话，我没有关系的，我很 free。还有呢，磁卡，这个啊，是磁卡跟钥匙。好，来。 如果你要出门的时候呢，你就把磁卡粘在冰箱上面，就不会忘记啦。Stop！ 到底搞什么鬼啊？
这个到底是哪里？这里就是这里啊，你看那一模一样啊。这分明就是诈骗嘛！我被房仲给坑了，把两个月押金还有一个月租金还给我，我拿去缴贷款了。什么？哎呦，楚曼小姐，你是大明星哎，你真的有缺这个区区10000块钱吗？好了好了，如果这样没关系的，你再去哦租别的套房好了，我押金不跟你收。如果我有钱，我就会尽量赶快还给你，而且我不会跟记者投诉，说你跟我签约了然后反悔，因为我是个老实人，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还有啦，我不知道哦，现在讲还来不来得及啦，因为中介的说哦，你很重视衣橱啦，啊，我是有。好了，我先给你看一下好了，看你满不满意啊。这个柜子哦，在改装之前哦，它是机笼啦，就是关机的笼子啦。我是看那个日本的节目学的啦，我想说可以变成衣物间。你要我的名牌包包跟高跟鞋住在鸡住过的地方，有什么不可以？那鸡都可以活得好好的啊！你那些名牌包包有那么难养吗？而且哦，我这个都是重新粉刷过的呢。不奇怪了吗，楚曼小姐，你为什么一定要租这里呀？那报纸上不是说你住在什么那个地？我有私人因素不方便说明，也请你不要把我住在这里的事情告诉其他人，请体谅我的身份啦。我就暂时先住在这里吧，你们拿到钱以后就赶快还我押金。没问题。我跟我弟弟啊，就住在你的隔壁啦，就是这一位，从法国音乐学院毕业的弟弟啦。对对对对，那你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我讲，那你想不想跟他认识？绝对不要，也不要随便把我的身份告诉他。哦，好，你放心，我不会讲的。好了，那就不打扰你了。以后呢，这边呢就是你私人空间，哈。谢谢你，有需要我们再通知你。这对母子有点难搞。Ellen，Ellen， 宝贝啊，妈咪跟你说哈，如果你不好好练琴的话，就进不去那个私立学校了。人家 Eric 啊，都已经拉到柴可夫斯基了，你千万不能输他哈。如果你考不进去的话，以后 Daddy 在家长会会很没有面子哦。哈。玩了啦！我最近让你试教看看。啊，对了，你还没有毕业的事，我们会用比较婉转的说法来带过。有张巴黎音乐学院的文凭，每堂课可以多5000元。你虽然还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但是反正你也快念完了，只是教教小孩子的程度啊，我想就已经足够了。可是我没毕业。你也帮帮忙，我这是为你好哎。
你要知道，我可都是因为一姐的请托，老板的女儿人在巴黎还这么的关照你，我才勉强的录用你。你要知道，你要是被退学的事情说了出去，你还会有学生吗？怎么了？妈妈叫我拉这首歌，这样才能考到好的成绩，弟弟才会有面子。可是我觉得这首歌好难，我好笨哦。那老师教你你喜欢的歌好不好？以后你只要一进门，你就要跟这张毕业证书呢鞠躬拜拜，然后再拿香啊点起来啊，对我们蔡家的列祖列宗哦，给他谢谢，谢谢他保佑我们家有一位高材生。姐，不要那么夸张啦，这种事就不用讲了，把它拿下来啦。我才不要拿下来嘞。对，隔壁那个雅房那个房客哦，他已经搬进来了，他也知道巴黎音乐学院呢，他是个模特儿。模特儿。嗯，但我不能跟你讲他是谁呀，因为我答应他哦，不能跟别人讲说他住在这边呐。你要不要认识他？绝对不要，我没事，我绝对不会过去那边。好吧，我没事，我绝对不会过去那边。好好好，你们两个真的很有默契。蔡家豪，你还没有拜拜啦？今天一定是这半年来跟穷人说话最多的一天，就是浪费时间。我想送你一首歌，谢谢你。林楚曼，你中邪了，干嘛反应那么大？一定是房东的弟弟啊！这首歌很出名吗？还是巴黎音乐学院的校歌啊？怎么什么人都会拉？我干嘛拉这首曲子？赶快想那个女的，要不是她，现在就不会这么惨。先生，跳电喽，去检查一下电表。你没事吧？
怎么会是你？看什么看？还不快点帮忙！帮你穿衣服还是帮你起来啊？不许看！在紧张什么？又不是没看过。快点扶我起来啊！说请。请扶我起来。为什么全台北人这么多，你偏要搬进来这里？这里应该是你这种人一辈子不会来的地方啊！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因为我想啊，要不是因为你，我现在还在敦化南路的公寓里的，谁会愿意来到这里？既设改建，洗澡没有热水，还停电，还有连接金融的烂房子里。那我就想嘛，要不是你害我被退学的话，我现在人还会在巴黎吃面包、拉小提琴、看风景，而不是在这里看个全裸的女生在金融里。闭嘴！你到底看到多少？等等，不是哦，你不是被退学了吗？那你姐给我看的墙上毕业证书是？你不准告诉我姐，那不是我毕业证书，是我被退学的证明。如果你敢告诉我，我立刻把你赶出去。你以为我很闲呐？随便你怎么骗你姐，我才没有时间去管你们这些市井小民鸡毛蒜皮的小事。要不是现在缺钱呢，我比你还想离开这里嘞。你缺钱？你缺钱就把这个皮包拿去卖啊！你至少卖得到几万块哎。卖？你知道这款迪奥鳄鱼皮限量版包包，我从小布希还在当总统，当奥巴马当选，我才订到它哎。黑人当总统的几率都比我抢到它的几率大。卖？为什么不能卖？你现在没有地方住嘞，你少一个包包会死啊？会。我会死。什么声音啊？大概是漏水吧。我忘了告诉你，虽然这边有重新装潢过，但它毕竟已经是鸡舍，所以难免会发生这些状况。哎，你疯了！你拿被子盖这些，你晚上感冒怎么办？我感冒的话，吃一两百块钱药就可以了。可是这些皮具、皮草如果淋湿的话，你这样要花多少钱去保养，才可以救得回来？我的宝贝，林楚菲，你清醒一点呐！这些名牌可以带给你什么？他会跟你说话吗？神经病！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说话？当你走进专柜的时候，手上戴着一只百达翡丽，你知道吗？小姐会马上跪下来迎接你。有了这些东西，在社会上混，人家才会把你当一回事。哎，我想要嫁给有钱人，让自己过更好的生活，更有地位，有什么不对啊？人往高处爬，追求美的事物天经地义。有牛排吃，干嘛要吃泡面？能坐私人飞机，干嘛要挤公车啊？我只是比那些伪善的人更敢要求，更有企图，更懂得自己要什么。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赚？花别人的钱有比较快乐吗？有比较了不起吗？总是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你不觉得很可悲吗？每天绕着一个男人过活，就怕哪天被甩了，就像现在这样。那你剩下什么？你剩下皮包、鞋子、珠宝，这些东西你要带给谁看呢？你身边有真正关心你的人吗？你有朋友吗？如果有，你现在不会落魄成这样。那你的家人呢？你不要告诉我连你家人也不想理你好不好？够了吧，你以为你是我的谁呀？道貌岸然的讲了这么一大堆，你又光上到哪里去啊？明明就是被退学，还把你姐蒙在鼓里，你以为可以骗她一辈子吗？你不要我跟你一样好不好？我撒谎是因为我在乎我家人，我不希望他们受伤，但我不希望你了解这种感觉。像你这么自私的人，怎么可能会有人在乎？像你这种随便伤害别人也不会觉得难过的女人，当然也不会有人关心你。就算我花别人的钱，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我不偷不抢不骗人，你没有资格批评我。你没有骗人，在巴黎的时候，你以为我是威廉诺曼的时候，为了钓上富豪，你没有骗过我。那你呢？人为了生活难免会说谎，你从以前到现在一次都没有骗过人吗？至少我知道我的目的。
是为了让你以为我真的喜欢你，这叫职业道德。那你那时候骗我又是为了什么？还不是想从我身上得到你想要的，一个骗财，一个骗色，我倒觉得我们俩半斤八两哎。我那时候撒谎不是因为想要得到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好不好？喜欢一个人就自然会想要表现最好的一面嘛。那时候骗我又是为了什么？还不是想从我身上得到你想要的，一个骗财，一个骗色，我倒觉得我们俩半斤八两哎。我那时候撒谎不是因为想要得到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好不好？喜欢一个人就自然会想要表现最好的一面嘛。但我知道你不会懂，这对你而言，爱情只是一场美貌跟金钱的交易。就算是又怎样？我怎么谈恋爱跟你有关系吗？还是有人规定谈感情不真心犯法、啊、先生，你有你的坚持，我有我的生存原则，所以不管你再怎么看我不顺眼，我都不在乎，因为我们俩不会再有任何交集，因为你不是有钱人。在巴黎的那一切是意外，像你这种人我根本就不会浪费时间去接触，更不会费力打扮讨好。我会暂时住在这里，你不必多在意，因为我不久就会回到自己的世界。好了，睡美容觉的时间到了，你该走了。你接下来贝利讨好的目标是谁？关你屁事啊！对他不要用那招，要坚强，人生是你的，只要你用尽全力抓住自己想要的，也许永远没有人会了解你，但你只要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意义就可以。很烂，像你这样的女人更不配说这样的话。还有鸡叫人起床的长南市场，那什么鬼地方啊？小学毕业以后就没有那么早起床过。大妹啊，大妹啊，哎，小了半寸，怎么头晕呢？感冒了。今天还去演凯明的 casting 呢，这个是我离开这个杜鹃屋的最好跳板。一定是昨天晚上洗澡没有热水。嗯，行了，睡得还习惯吗？你们说我住的地方近乡情怯吗？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讲了，我们这边哦，平常哦，它是很清幽，但是没有开市的时候啦。还有啊，我昨天不是有跟你讲，我们有一个优点吗？就是我们这边的邻居哦，每个人都好亲切哦。走，我带你去认识他。快，认识？认识什么？不是说了，不要把我住在这里的事情告诉其他人吗？我没说啊。可是哦，你也太明显啦，大家都知道我们这边来了一个大明星啊。一百一百啊，一百一百。
在没有办法了。俗话说得好，他弟要掉进泥巴里，也隐藏不了他的光芒。有这句俗话吗？虽然材质不怎么样，但还是谢谢你特地拿来给我。不是我拿的啦，是半夜蔡家豪拿过去的。蔡家豪？嗯，他说你没有带被子来啊。哎，看来你们真的好像认识哎。你昨天又没有跟我讲说你在巴黎就见过我们家蔡家豪了。他说了什么？他说今天在巴黎，如果不是你的话，今天就不会回台湾了。嗯，这说的也没错啦。啊，你早点讲嘛！我真的要谢谢哦，你在巴黎那么的照顾我们家蔡家豪哎。等一下哈，友情，来来来来，大家赶快来，这是我的新房客，友情啊，大家赶快来快，阿姨给你有个快来加班快，哎，我新房客啦。长得好漂亮哎！离我远一点，这可是 Siri 的新款呢。哎，你是不是很有名的模特儿啊？我在电视上见过你，林志玲嘛，对不对？啊，你哦，你认错了，林志玲是他对头公司的模特儿。哎，你就是那个很有名的 Venus 的主打星沙夏，对吧？哦，你想说什么？不要哦，你弄把酒去勾掉喇叭了。他哪里是林志玲，也不是那个什么沙夏了，他是那个很红的那个林楚曼。他最近很红啊，不是才被那个看徐王甩掉的那个拜金老模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哎，你就是被一周刊拍到那个跑趴然后露底裤的那个模特儿嘛？我就说我见过你嘛。这么说我想起来了，还有次走秀没有贴胸贴，露点抢镜，那个是您吗？其实我呢，我哎，楚曼小姐不啰嗦，一句话，既然你搬到我们潮南最多的潮南市场了，以后你到我的海产摊消费啊，一律免费。真不错，家豪不但回来还带回来一个大明星啊，气质跟长相都跟我们这些大老粗不一样啊。原来Leo 哥喜欢这一款的，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啦！你知道哦，家豪都是喝我的奶长大的，男人嘛，就喜欢这个调调，你知道的啊！真的谢谢你们的好意，我跟蔡家豪真的没有那么熟哎。你一定哦会觉得我们很烦，对不对？但是不管哦，你有没有帮我们家家豪什么微不足道的忙，我们大家啊还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嗯，啊，这些哦，这些东西你可能看不上眼，但是你能够接受我们的心意吗？我们大家真的很感谢你在巴黎哦那么照顾蔡家豪呢，真的谢谢，谢谢。其实我一直很好奇，想问，你连押金都还不了。那么巴黎念书的学费你怎么负担得起啊？哎呦，在你都优秀不低啊啦，家豪吼能够有今天这个成就，都是我们家会的牺牲呢。你知道吗？为了让家豪可以顺利在巴黎毕业哦，我们家会哦，他这个菜摊哦是开24小时都没有休息耶。你知道，我们家会哦，他为了一心一意栽培这个弟弟，还跟银行借了不少钱呢。没有啦，是因为哦，家豪他很乖，他在巴黎啊都是自己打工赚钱呢，我只是帮他付学费而已啊。我们家啊就只有我们两姐弟，他是我一生的希望哎，我只希望啊他的音乐才华哦不要被埋没，还好他现在顺利毕业了，他未来的前途哦不可限量。是啊，论未来发展，家豪的确输我那么一点点。楚曼小姐如果担心形象，我本身倒不介意成为地下情人。我要去工作了。哎，等一下等一下，楚曼小姐，不晓得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今天家豪出去的时候他忘了带手机啦，啊那个什么麦古龙啊就一直打电话来，他找他哦一定有什么急事啦，啊你可以帮我送去 T 大他交情的地方给他吗？T 大，因为啊，家豪哦不喜欢我去他工作的地方啦，可是他就一直打来，但是哦我有电话啦。他在那里教书啊？你可以帮我这个忙吗？当然可以，谢谢。在 T 大教书，哼，蔡家豪一定有鬼。
暨大音乐系根本就没有上课嘛。那这个电话是哪里的？喂，教导好音乐教室，您好。主任啊，我之前已经对许多的老师太失望了，你这次介绍的行不行啊？啊，庞夫人，这点您可别担心啊。这个老师出身音乐名校，脾气好又有耐心，教学的态度啊也是非常的认真，一定可以让 Alan 考出好成绩的。那就好。棒啊！那老师再教你更多卡通曲子好不好？你们在做什么啊？啊？老师在教我。哎，你在乱教他拉什么？我花了大笔钞票把 Alan 送到这边，不是让他来这边打混的呀？你这老师怎么当的？安安的妈妈，请叫我庞夫人。庞夫人，不好意思。我只是觉得为了考试硬逼阿伦学只会让他没有兴趣，所以我才……我是他妈，我要他考就考，这不是你的问题。蔡老师，你就教阿伦要考试的曲子就好了嘛。你们主任告诉我你很优秀，从小音乐比赛得奖到长大出国念研究所，不过我很怀疑你真的是从巴黎音乐学院回来的吗？怎么那么搞不清楚状况啊？我告诉你，你的教学态度很糟糕，没必要的主见还一堆。像你这种啊，刚出来混的，我见多了。干嘛啊？自以为是音乐家，也不过就是在儿童音乐教室混口饭吃。你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咖？庞太太，庞夫人，庞夫人，我只希望 Alan 学习是为了开心，而不是让你们开心。他今天状况真的很不好，我只希望他放松一点。蔡老师，不要再说了好不好？主任，我对你的教学品质非常非常的失望，我不会再让我们家 Alan 在这边浪费时间，你也不用叫我们 Alan 了。Alan， 我们走，把明天下午才要迟到。老师不要。哎，庞夫人。主任，很抱歉，阿龙的课今天没有完成，那周年费我就不拿了。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要付给你，人家家长带来这边，付了钱就他最大。哎，现实的社会就是这样，你在有骨气个什么劲啊？我不打算再续聘你，你被 fire 了。主任，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帮我姐还贷款，请你给我。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拜托。需要钱是不是？那你就务实一点，不要对付钱的家长摆架子嘛。我看续聘的事啊，我再考虑好。你可以走了。蔡老师，有个女生叫我等你下课的时候转交给你的。她是不是眼睛大大、身材很胖的一个女生？不是，哎，完全相反，是一个漂亮、时髦、身材又好，然后长得很像一位名模，而且有点眼熟。对了，林志玲，哎，该不会是你女朋友吧？喂，好兄弟，怎么不接电话？音乐课结束了没？哎，现在我临时需要人帮忙，我知道你缺钱，这个 case 酬劳可顶你应付那些小鬼好几天，你赶快过来吧。好，我马上过去。喂。哎呦，大小姐，我是要提醒你，那个你朝思暮想想当做回归吊凯子界的跳板 ，AG 集团最新推出的豪宅竟然一品阁代言人的 casting 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人在哪里呀？你？我马上就到。相信不用我多加介绍，这就是这次拍卖会最珍贵的世界级珍品，
底价1000万美元。1500。1500万美元第一次。1800。1800万美元。2500万。2500万美元。3500万。3500万一次。3500万两次。8000万。终于现身了，一出现就以8000万的高价标下拍卖物品。替今天一品阁的动捕记者会带来了一波高潮。现场可以看见市场不但出席了这次的记者会，更盛情迎接。两人握手拍照，互动亲密，足见严凯明的政商地位非同小可。严凯明所带领的 AG 集团是全东亚最大的房地产上市公司，总价值新台币7000亿元，也是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公司。严凯明白手起家，被誉是房地产界的神话。事实上，严凯明投资的艺术家就跟他投资的土地一样，快、狠、准，品味非凡且涨幅惊人。但身为顶级豪宅的幕后推手，也让他饱受争议。在今天的记者会场外，就聚集了无壳蜗牛协会的抗议民众，他们要对严凯明一直以来的炒房行为表达强烈的谴责和抵制。大家都知道，收藏艺术品是个人小小的嗜好。今天我把这一幅 Andy Warhol 送给一品阁，代表每一位入住一品阁的贵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 AG 集团也不吝啬为大家提供最好的生活享受。严凯明今天跟他最新的评论对象苏富比拍卖官郭小倩一同出席最新推出的豪宅一品阁动土记者会，而在现场已经持续抗议活动数个礼拜的无壳蜗牛协会，他们表示将全面抵制像严凯明这样子的财团继续炒作房价。其实北市的空地越来越少，严凯明还是一直在寻找下一个目标，所有人都在注意接下来他将瞄准哪一个地段炒作，哪里会是 AG 集团打造的下一个新地段。 AG 滚蛋。既然今天市长也来了，不如我们大家请市长为我们说几句话。我是以房客身份来的，很欢迎大家来跟我当邻居。当然，站在大家长的角度，我更乐见一品阁的出现，更能带动周遭的整体经济。政府利用各种名目自出土地，让财团来标购，最后盖成豪宅。之前 AG 人推出的建案屡创新高，除了最知名的地堡仁爱路的皇朝世纪天母名园，每坪都创500万。我知道今天有许多记者在场，但是我们要澄清一点，我们并不是在炒作豪宅。薪水成长的幅度根本比不上严凯明炒作房价的速度。我们只是想创造一套极致的生活美学，这本来就不是钱可以定义的。这次推出一品阁，就更创下他自己的记录，一品以900万天价成交。而且，你花的每分钱，都是因为他值得。据了解 ，AG 人还将邀请他本人极度欣赏世界知名的提琴大师尤金来台，在新落成的娱乐中心举行演奏会，并进行宣传。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就只要在可以的范围之内，追求最极致的生活标准。我们一起高喊 ：AG 滚蛋 ！AG 滚蛋！小姐，等一下我们会经过诊所，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你的气色看起来很不好哎。现在挂个号要多少钱呢？小诊所，150块而已。
弟弟好了。我是来试镜的 Venus Model 林楚曼，请问试镜的地点在哪里？那里，麻烦这边签名。Boss, the French architect Charles B. You're supposed to meet later on is already at the rooftop lounge bar waiting for you. 麻烦电梯请。品味绝佳，手上没有结婚戒指，接下来看你五官是否就定位。先上去招待他，我送他去吧。楚曼，干嘛？你还帮让他拍？我拦得了他吗？那是他想要的工作，他在乎的是结果，失败才是他最害怕的事情。快点，快，楚曼，快下救护车！快！我跟你说啦，我弟嘉豪哦，他真的是哦，巴黎音乐学院哦的高材生啊。这几个大字我刚好认得，它的中文就叫做退学证明书。等一下，我给你跪哦，好不好？你不要告嘉豪了，我给你跪了。对不起。你说你住地堡，我都不知道原来现在地堡的住客水准这么低呀、啊。看看你这一身打扮吧，真的可以登上水果周刊最雷时尚示范了。